大家出席今天的象棋华语辩论比赛。这场的辩题是“新闻市场价值与新闻道德的重要”。我是这场辩论赛的大剧主席程思琳，在我身旁的是计时员程金辉。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提醒：比赛进行期间，请在场的观众保持肃静，谢谢配合。首先，我们来认识正反双方辩手。正方是来自是谁？是来自。是来自美中的同学，请开始自我介绍吧。这方面的粉丝。新闻是我们看见真实的眼睛，新闻没有考量既真实也基准，保持真实的前提是公正，被公正就不能被感情所左右。新闻媒体扮演的角色是传播者，只有坚持新闻市场价值本身，新闻工作者才在各方当事人复杂关系中秉持公正。发生在韩国 N 号房事件中，被害女性共有74人，其中16人为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11岁。追求真实和完整，在韩国政府的问政网上，青瓦台全国情人中，有人发起情人要求政府公布案罪犯的 N 号房中施害者全部信息。于是3月24日，这条情人获得了438万人的支持，创建了历史最高不可数。可见真相是社会所需。接着，根据澳洲人报报道，2014年的 M 杀妻无罪及事件，干嘛政府却有隐瞒部分信息。但啊，受害者家属领袖江辉曾表明，他们更喜欢准确、直接、快速及透明的信息。但是从灾难中，谣言和阴谋论是最大的二次伤害。可由于对各种会胡乱猜测的谣言，给家属带来了巨大的误导和心理性伤害。如此可见，社会需要是真实的信息。此外，自从2023年8月24日，核污水被排放。公开及透明化后，人们才开始注意问题的严重性。虽然社会正在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并逐渐发现这以往的丑陋，比如中国核电站排放水中的含量，相比孤岛排放核废水高出6.5倍。美国、英国、法国等国也曾进行过核废料排放，所以透明化的信息是有必要的。2.2，新闻工作者不能因为道德而脱道德时，以道德为中心，损害新闻工作者的判断力。
说话也像医生不能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一样，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时候不能过于感同身受，因为一道道判准决起无法清理的讯息，会失去新闻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不完整导致认知偏差，就比如一边按着更悲观的法官当不了法官，你悲伤着更悲观的记者采访不了灾难。新闻媒体更多是一个报道者，而非参与者。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能因为道德而跳脱真实，只有坚持新闻市场本身价值，才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们无可否认道德的好，可是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有我的使命，也不能超过我的使命。不能感同身受而抛弃我的职责，抛弃我的责任，成为一个基层道德不超过我的使命。那么，世界再无真相可言。新闻可以思考空间的启示，但这个启示不是由道德呈现，而是由新闻的真实属性和意蕴引申出来的结果。新闻是对真实的陈述，也是对事实进一步搜寻，传递真相与历史，新闻意义的市场价值所在。当大部新闻工作者对道德足以蒙蔽双眼，而无法屏蔽之初，世界便再无真实可言。新闻传递真实，而非传递道德。综上所述，新闻市场价值比新闻道德重要。谢谢。谢谢正方一辩。那么接下来请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1分钟。谢主席，在现代社会中，资讯的传播主要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上等作为新闻传播媒介。现在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层出不穷的新闻被报道。这其中包括娱乐新闻、政治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在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新闻面中，为了让民众接受正确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采访工作的时候，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就显得极其重要。这便是新闻道。其主要内容包含真相的准确性、独立性、公平与公正、人性以及问责制。新闻市场价值则是新闻对市场影响程度大小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于大众的关注程度、传播速率和需求性。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自然是两方都需要追求，但是我们今天的辩题是在前提是新闻价值和道德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接受何者更为重要。对于今天的辩题，我方的判断是何者为新闻的必要条件。第一，坚守新闻道德，提升新闻机构的公信力。坚守新闻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必更公正、更客观地进行报道。一篇公正、客观且全面的报道，与其他报道相比，更容易让大众信服、接受，并进行传播、分享与转发，提升其新闻市场价值。在美国，大多数公共图书馆内都提供了一份《纽约时报》索引，其内涵是《纽约时报》对事实报道内容。《纽约时报》的享有可靠来源的声誉，它的社论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公正、开通的。不过实际上，它的社论也只是由一些不同作者撰写的，而他们的观点和手段又各不相同。这也证明那边客观公正的新闻机构的公信力也被市场认可。第二，坚守新闻道德可以让多方权益更容易被保障。众所周知，每则新闻具有多面性，坚守新闻的道德新闻工作者会在不同方面报道同一件事情，并进行深入的了解调查，才能够确保报道的全面性和正确性。对公众来说，新闻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通过报道事实、揭示问题、提供观点，新闻可以帮助公众了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这有助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商业方面，新闻业本身就是个商业实体，依赖广告和订阅收入来维持他们的运营。新闻机构当然希望盈利，可是，在我们在冲突情况下，他们必须确保他的广告上的用户需求得到满足，才可以生存存活下去。第三，过度追求新闻市场价值会导致新闻失焦。新闻的本质是为了让大众能够客观地了解到当下发生的事情。若是新闻价值高于新闻道德，那么新闻工作者则多追求噱头大于内容的新闻，利用夸张的标题来吸引读者，从而得到更高的新闻市场价值。这也导致民众的被上天风向，从而导致新闻失焦。举个例子，瑞南方都市报有一篇报道，标题为“干了110天，终于湿了”。这篇报道其实原意是要让观众知道那个南方他们的地区他们严重的旱灾，然后终于有一场雨滋润他们土地，让他们的人民不要太过劳苦。可是当观众看到这篇标题的时候，他们下意识的以为，哇，他们是在娱乐，在轻视这种新闻，导致新闻的焦点被迫失焦。
尽管新闻工作者是不能够确保每一篇新闻报道是积极，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正向的，但是我们追求新闻道德的新闻工作者可以引导准则，分别是真相的准确性、独立性、公平与公正、人性以及问责制来进行报道，这样才能确保报道是完全真实的新闻，为人为群众带来利益。就算因此缺失了一部分的新闻市场价值，但是群众利益不会因此被影响。所以相比于新闻市场价值，新闻报道是新闻工作者的底线，新闻播报是报道及时，更是必要条件。所以身为民众的我们坚决认为新闻报道比新闻市场价值更重要。谢谢。谢谢马大主任。访方有要求说要休息，所以双方都想有观众的时间休息。接下来是访问环节，我们先请反方观辩提问正方意见，时间有限。方辩，你们刚刚说民众的需求需要真实性，对吧？是的。那如何论证这个需求是真实性？好的，方辩，我刚刚请问主任给了三个例子，就是台湾靠港是在台湾上是一个合物质量吧？对方有一方一方。如果需求需要的是真实，那对方会有假新闻、阴谋论，还有片面性的。对方是对的，我们是为了争时间，对方不在讨论范围内。好，讨论范围内，今天有道德。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上加什么新闻，道德会起冲突，对吧？对方是为了讲出各种真相，比比较，所以新闻市场价值比新闻道德更重要。所以下一有市场价值吗？那对方我确定不分。下一有市场价值吗？对方上市场是真实的，真实不是为了流量。所以是参与市场价值吗？没有。但是真实，而且现在香港上市公司还没有问题的，一下市场价值是，所以它也是市场价值。对方市场价值是我们跟求我们现在现在是真实的，我们最了解报道香港真实，然后我们提的。现在有这个需求性吗？需求性，这个有需要的是真实吗？或有需求性？有需求性对吧？有。好，那谈到下一下一档是一个没有道德的行为对吧？地方是我就从头到尾跟你说，现在你给我的例子，地方我来解释你的问题有问题，可以吗？解释一下子。之前我们的问题是新闻，就是你跟我讲一下，这个新闻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没有，这两个新闻是需要你讲，没有道德。地方，你这样分享新闻，你跟我的问题没有关系，就请不要方便问题，请正面。可以吧？我再说一遍，你这个主要这方是往市场，但是否真实、不真实的新闻。我觉得这样说很重要，有没有道德？地方，你不要以后没有肯定问题啊！我跟你说是，我们这样子新闻是没事发现的。所以因此我们知道他们起冲突。那这样没有知道敌心吗？啊，对方是敌心，敌心。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愿意了解。敌心就是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机构。然后对方觉得这个新闻媒体的质量高吗？我们新闻媒体为什么要质量高？我要解释的地方在哪？为什么要质量高？是报道真实的事情。对，为了报道真实的事情。真实。对。那对方辩友刚才说真实是真相需要准确性、公平性、完整，对吧？对，我们观点需要的真实，不是假说是义务。这些内容是需要什么道德吗？啊？你需要满足这些内容，你是不是需要？我不是要满足什么道德，对方，你可能有人觉得我要满足是什么？我要满足的是真相、完整、真实。对，这些是不是需要什么道德？不对，是满足市场价值，因为市场需要的是真实的，所以假说是一文不值。你对方，对方这样子，你要什么？满足新闻真实性。那内容是不是基于道德？
说的给人家生气、啊。嗯，对，我是给人家生气，但是我不挤他了，对吧？不要让他说我妈妈砸在手上里面。好，没事。那如果比较注重形象，这样子是个什么状态？第四场。对，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不是要转接到的，所以到了也可以反转接接。现在我们请正方各辩盘后总方一辩，时间为三分钟。好，接着一方辩，今天我们从刚才一方的那个有听到，那东西就是等同于是假的，不等同，好吧？那只是就是说 ，OK， 你接受我今天的辩论，没问题。OK， 那今天我再问你，智商是重要？智商当然重要。OK， 大家请说一个社会议员，说一个社会议员，说一个真观众议员，这个社会学题，那你方所我们刚才所以给了那个例子。NH370 方法实验就是现在这么个，你看你四百三十八个人都要支持包的完整科学实验，那今天就现在这么个 N 方法实验是等同于科学实验等于加计算下来对吧？不等于。为什么不等于？不等于是它当时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有舆论。哦，说，为什么不等于？这些地方告诉我们不等于，因为它只是一个舆论性问题。可是为什么今天他们 NH370？因为大马说你隐瞒了部分信息，由对那些受害者造成了二次伤害，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你还有真相市场需求？我认为那三句你看，它现在只是一个误解，你还没有完全真实这样的。那 OK， 那再次问一下这个例子，那他方法区间四百三十八万三千元去支持报道真实完成时间，那为什么你方不回答呢？对啊，对我好了，你方辩有什么问题？我方辩并没有逃避你方辩，因为你方辩是道德重不重要？那道德为什么会重要？为什么道德可以带来带来真相？就是因为我方道德立场是鼓励性、公平、公正、人性，或者是还有对呀、啊，对呀、啊，先看到了，对吧？今天所有的地方，尊敬这些在公平性、公正性、真相。那今天我方只需要论证价值等同于价值等同于真实，当哎真实等于大众需求，就等于市场价值，就可以论证到新闻市场价值就比新闻道德更为重要，对不对？不对。好，这样你不对。那今天为什么？那今天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市场价格会市场新闻会取消最重要导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是新闻道德、新闻上的起冲突，他们必须抉择出一个。起冲突 ，OK。今天您方有没有考虑到像我们的普京事件、俄乌战争？那今天您方如果在一个带着有道德、有色眼镜情况下面，您方是不是认为，作为一个有道德新闻、新闻道德的记者不应该说话？对，没有人道德，新闻道德是不一样的。人道德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规范，我们自己行为的规范。新闻道德对啊，让观众能够看到真实的新闻，那叫什么？新闻道德 ，OK。那基于新闻道德，你会没收这个是不是等于你方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善良观，因为自己的道德观去改变这个事情呢？对方没有，我们没收这件事情，是为了让观众知道是我们新闻道德的区别。这是道德的底线，这也是我方的立场。我方是为了还原真相，去报道真实的事件。而您方，我方为什么会质疑这一点？就是因为我方是因为是人类嘛，人类必然会有人类的性，人类的叫什么？人类人性。那这种情况下，您方会到带着自己的善良观、道德观去改变人性，是用道德一个什么感觉？谢谢，已经论过。到了驳论环节，我们先有请反方各辩进行发言。时间为两分钟。谢主席，大家好。在刚刚的讨论中，我们达成了几个共识。第一，在新闻道德与新闻市场价值起冲突的情况下，坚守哪方更为重要，哪方成为新闻的第二条件，哪方就更重要。第二，新闻媒体的知名度与公信力具有直接关系。从刚刚的讨论例子中，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坚守新闻道德的必要性。新闻道德包括诚实、客服、公正、独立和全面报道新闻事件的原则，坚守这些原则可以让大众信服、接受并且传播、分享与转发，从而提高报道的信度。而对方一些论点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说这个真实性就等于新闻市场价值，可是真正是这样吗？真实性其实它就是这个新闻道德的一部分，而这是因为他们坚守了新闻道德，才带来更多的新闻市场价值。从 BBC 的例子来看 ，BBC World 最新的全球年受众人数为7100万。根据2022年英国广播监察委员会的调查，81% 的英国人认为 BBC 的新闻报道是可信的。可是它拥有如此多受众的原因是 BBC 坚守新闻道德，有良好的公信力，其影响力更大，新闻价值才会新闻市场价值才会更大。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我们有新闻道德，我们就会有新闻市场价值。那既然我们有了新闻道德，我们才会有新闻市场价值，那为什么我们要更注重新闻道德呢？说销售手术环境的要比新闻道德比新闻市场价值更重要。谢谢。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正方二辩弟弟发言，时间同样为两分钟。好的，谢谢主席。OK， 今天我们从刚才的视频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事情。今天我把最大的错误都不是很多，但是都很严重。可是今天我们所达到共识是新闻的本质是传播真实嘛？传播真实，完成虚假嘛？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新闻不是共识，是今天我们历史在我们历史中，年终访谈是448万人支持报道的新闻事件。那今天为什么我发挥依据跟与价值市场等同于？市场价值不等同于在报道真实事件，不能再等同于人民需求呢？这是因为，在我们普通人，这是因为在市场价值的情况下面，而民方会因为人性的道德、人性的道德，他会因为道德什么？新闻道德会因为自己的善恶观、自己的道德观去改变了这个新闻。那在对方的这个世界底下，我方最大差别就在于我们去不了按照新闻市场价值，也就是播导真实的信息，而去让这个观众、让观众们更去了解这个市场真实信息所得来、所带来的一些信息。那今天对方会因为他们自己所秉持的人性而去改变这个新闻本质。而今天在我们那个套房事件中，就提到48万人支持报道真实事件。完整邀请法律事件、IMA 三四零事件，还有投废弃事件，这种事件中都足以证明了人们的市场，人们的需求就等同于真相，而是真相这一块，人们需求就等同于市场价值，而我们真正是只能达到这市场真实，就等同于新闻价值会比新闻道德更重要。谢谢。好的，谢谢。接着我们请出正方三辩与反方三辩进行一对一的攻辩。双方各有两分钟的时间，先有请反方三辩开始发言。这方面您好，请问对于2014年朝日新闻报道中涉及日本政府在二战时强迫亚洲女性当慰安妇，但因证据不足，案件的真实性被质疑，这件事情，请问您方了解吗？了解啊，就是在对方立场在才会有厉害。对方没有。所以等一下，对方，所以今天对方有提到一个象牙的例子。对方今天象牙之所以会是市场价，之所以会被卖，是因为大众有这个需求。这方面，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再继续我们一开始的问题。这方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他失去了公众信任，导致广告商和读者都流失，让这个报商的信誉受损。这不就证明了因为减少了新闻道德而失去了启动信誉吗？并且这方面有你刚才说的象牙，它有市场价值，但是如果这方所遵守的基准是以道德为主，他们并不会去做这件事情。难道不是因为《四环日报》从始至终他们都坚守
新闻道德，而不是欺骗大众为守则吗？不对不对，对方如果今天他只是注重新闻道德的话，我们今天不会看到俄乌战争，我们今天不会看到今天日本还崩溃，所以在对方世界里讲这些东西是不道德的事情，是不可以播的。所以正是因为今天我们注重市场价值，注重大众需求，我们才会散播真实的。所以对方的立场，对方立场下面平台到底是不准，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对方今天放缓这件事情，几百人、上万人请愿，希望政府回归真实的内心，请问这个市场发展是多少？对方没有依据您刚才的立场，我想问一下对方没有，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新闻标题为“高潮来临前，一群兴奋的男女渗入”，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不会产生误导性？会啊，当然是会误导性，这是我方立场。我刚告诉你啊，这是真实信息，它不是那是假信息，不是我们，不是市场注重市场价值会散播假信息吗？不会啊。对方没有，其实这一个标题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一，真要表达的意思是。巨浪来了，一群男女他们非常欢乐的要逃窜，他们兴奋的逃窜。另一方面，他已经被误导了，他并不是所谓的假消息，他只不过因为你们的立场，因为这方面的立场把价值、市场价值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标题党来吸引读者来观看。而且里面的内容，如果读者没有详细的阅读，好的，那你可以到这张地区发言。我们就请双方商店进行小结。我们先请双方商店进行小结，时间为两分钟。肌肉也就是新闻的内容，
烹饪方式就是它的呈现手法，就像以前有报纸，后来有新闻播报看，现在有新闻短视频、新闻脸书等等。所以这是不是侧面的证明了新闻内容的质量依旧，只不过我们呈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像我们刚所说的，再来一个例子，大节日大量的蒙面少年攻占台北街头，拦路抢劫。请问各位在听了这个直播会什么想法？天哪天哪，台北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啊、这会不引起社会恐慌呢？但实际上要表达是什么？万圣节到了，大量的小孩子穿着他们的衣服在一户一户人家面前不给糖吃给捣蛋，难道这就是抢劫吗？这不就是误导的情况吗？请问这样的标题难道没有误导性吗？民众看了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有恐慌吗？真的让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吗？造成了社会恐慌就会让这个新闻有非常高的市场价值，当天有道德吗？他没有道德，他没有这种新闻道德。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我们新闻道德要确保有准确性、独立性、公平性与公正。谢谢宝宝导演。正方体标识很好沟通。OK， 所以双方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选择新闻是
啊，但是当我们在遵守这个新闻道德的时候，我们能够保证每个人权益都受到维护，那真相不就是也来了吗？保证每个人权益受到维护，保证是市场价值，是市场需求所真实的，大家想要真实的新闻吗？这就是市场需求啊，大家都想要真实新闻。今天假新闻，今天所对于对方所谓的标题党，他不会在我们世界下不会存在，因为这些东西一文不值。那么我们今天你们要的是满足受众的需求性，对吗？对。那么如果要满足受众的需求性，我们一定要坚守新闻道德啊，因为坚守了新闻道德，才能真实性，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性啊。不怕了吧？我放一个你都不知道怎么用的那些地方，只告诉我哦，这些新闻报道就是传递真实的。我怕告诉你 ，Apple 吗？我告诉你吗？马克思主义。我怕告诉你，Apple 相信大家的市场需求是真实，大家想要真实经济，是这些市场价值是真实经济。就像辩友，我们在这个辩题群，我们如果说一个是冲者，我们当然是两方都要求的，我们当然有价值也有道德。可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辩题在？因为我们有冲突，然后必须舍弃一方来保全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因为价值，我们以是为什么要保持新闻价值？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受到经济危机，我们有等等因素，可是我们为了新闻价值，我们就要不断去追求，才出那种很多那种假消息，阴谋论的新闻。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以这样的为前提，我们才会出现这种倒闭啊、资金危机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长久已经被保持这种东西已经存在。你看对方刚刚有跟我们讲，他有一个什么平台，哎，证券组合倒闭，你知道他是为什么要证券组吗？因为他没有遵从他的市场价值，他必须遵向他在他在该做的时候他没有做，他就遵从你们所谓的新闻道德。但是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其实新闻道德是出自于哪里，而不告诉你新闻市场价值就是人民需求。要不要新闻价值是什么？新闻价值跟新闻市场价值的区别在哪里？价值体现在于它体现在于它真实，而市场价值体现在人民需要的真实，而我给他们真实。价值是他们自己价值观，真实是决定他的价值的体现。市场价值是人民需求，他传播率、关注度，人越多人关注，他的传播率。我理解对方，你刚才说到，今天市场价值是什么？人民需求。当对方自己都想要真实信息，我们大众我们觉得平时大家都是想要真实信息吧？所以今天市场价值、大众需求是什么？真实信息，传递真实信息才是更重要的。要面临的是什么？新闻道德。就没有人加入你们这些警察，你会用你们自己的三恶观，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你的价值三恶观，是你的道德观。你会把这个观念，你加强加入你的报，强加入你的意识报道里面。而这个新闻会变质，就为什么我们会支持？就是这样子啊。而我告诉你，你们能够保持真实，情况下我们我也一样能保持市场价值，为什么不好？新闻道德跟人文道德一样吗？这样没有。新闻道德跟人文道德一样吗？这样没有。对吗？你告诉我，我们很道德，我们要去遵守，你要去遵守。人的道德不等于你的新闻道德，所以你的新闻道德不道德。对对，那请问藏地地检察去那些叛国等等，在敌金的军营他们进行偷拍等等，或者是说在缅北的那些犯人，那些被困在那里的囚犯，他们进行偷拍等等，请问他们是没有道德吗？对吧？你看到吗？为什么会有这样藏地记者？这是因为他们坚守他们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知道人民需要这些真相，他需要报道给人民，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战争发生到哪里了，又是人民需求，他需要去解读，他需要破解，这是因为他需要报道真相，他知道人民有知晓真相的权利，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要坚守市场价值。如果他今天还藏地记者，完全救人，他没去报道，人民知道这是什么，他不知道，市场价值就体现在于他坚守他自己的职责，他依旧要有更多信息去报道给你们。新闻道德呢？是啊，不是对吧？这个新闻道德，那你看从头到尾跟你讲，新闻道德就是你加了自己的个人情感下去，如果加了个人情感，是不是真实了？对吧？到现在还没有认证。加了他人真实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的新闻道德根本就没有加入个人情感，还有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方面有请你搞清楚。对，看到吗？对方还是不要承认，还告诉我们有道德的话，我们就还是一样的真实不真实。那其实你们利好不存在，你告诉我没有情感的话，你告诉我们你们只要有自己个人情感，那你道德存在吗？啊，你告诉我们出处是哪里？我们告诉你们，我们的需求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就是真相。对方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市场价值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观念价值，市场价值是假的，那价值你是在哪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啊。对方没有，我们已经强调。
闻的准则，它就是会去追求公平性，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公平性就是新闻道德带来的这个真相。下面也是说看了他们扭曲事实，扭曲是他们的小概念呢，他们一直说新闻道德等于人文道德，新闻价值等于新闻市场价值，他们把新闻市场价值等于他们的道德，他们在说把这两方划线是等同的，他们说我们只有新闻价值，就是我们有新闻道德，我们自己人文道德好被遵守，我们才有新闻价值，这边一直在讲。可是我们这前提是我们起冲突的情况下，在你逼不得已去选择一个我们更着重的地方，但面对这个两者并肩两肩的，我们作为一个记者，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如果能够让这两者一起兼得啊，所以刚才也是在你们这个概念在说，看来刚才也是在强调新闻上这样子的一种，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两者这样子在我们面前是需要有冲突，所以我们观众才需要标准这样啊，我们说有冲突我才有面前存在，然后我们。好，我们刚才的观点就是他们在去编写他们公开当地的情况，他们是什么？他们违背了自己的人文道德。可是他们有违背新闻道德吗？没有，新闻道德是我方新闻道德五点，真相性、准确性、公平、公正、人情问责，是他们并没有违反新闻道德。而且在这方面也承认了新闻价值是包含自己的实际，所以新闻是价值和新闻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好像我们来看。但都是请大家都知道英国脱欧事件嘛，英国脱欧事件是许多媒体报道表达出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脱欧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后来发现是脱欧方已经是被收买上好了，那么不够就会跟着脱欧最结果的经济影响自己的立场，所以英国独立在2016年英国脱欧后，其实英国独立党会用剑桥分析公司使用该公司收集的本案时间的资源。经过一番较量后，这场辩论赛局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我们先请出反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时间是四分钟。市场需求，如果新闻价值被给予道德之上。
上可能会导致过度商业化、损害本媒体的公共使命。三、过度追求新闻市场价值可能会导致新闻失焦、社会分裂和偏见的风险。市场驱动新闻可能会导致媒体关注过多卖座，引发真心话题和故事的更为复杂、反动创造的问题。这可能会导致信息的扭曲、加剧社会分裂和偏见。新闻应该是与进行共识，促进理解，而不仅仅是满足市场商业的需求。新闻道德不是新闻的灵魂，是新闻赖以存在的底线。如果新闻没有道德，就无法履行社会责任，也无法获得公众的尊重和信任。今天新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最初的目的无疑就是传递消息，传递真实层面的消息。从当权者操纵自己自己情绪，慢慢延伸到老百姓宣布局势的消息。由此可见，新闻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闻道德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生态，因为道德对全球的社会品质和发展产生影响。新闻是娓娓道来的栋梁，没有它，新闻就只是一片散乱的砖瓦。道德是天空大将的河床，没有它就只有一片泛滥的波浪。道德是远洋巨轮的主机，没有它就只剩下瘫痪的皮甲。总之，新闻道德与新闻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关系，但新闻道德应当优先于新闻市场价值。新闻媒体首先要的任务就是履行其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同时维护伦理标准，以及避免社会分裂和偏见。只有这样，媒体这样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服务社会大众的需要。谢谢。最后，我们请正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同样是四分钟的时间。都是因为它体现出了社会的需求，而社会需要增加。
传播真假。所以当你道德为重的时候，你永远会用你的价值观、用你的价值观去定义你的成绩手法怎么样，而去改变他原有的思想，他原有的价值。我的原则只有事实，我只传播真实，而这个世界是丑陋的。如果你的新闻，这新闻呈现方法有点不美丽、不好看，而你发现用你的道德观去改变它、去美化它，让它变成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所以看到吗？新闻市场价值它能保障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了解事件真相、事件完整的真相，所以能保证每一个人都有知晓真相权利。如果你真的美化、真的道德，你看童话书真的，不要来现实世界去看新闻，新闻真的能够给你保护价值。谢谢反方思辨，正方思辨。那么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辩手们请留步，我们给评审一点时间来进行最后判决。评审们除了填写评分表决以外，还是要填写一轮印象票。现在我们要来公布一轮印象票，除马题评审，我给反方。反方的一票，林红星评审。投给反方，反方获得零票。郑元珍评审，投给反方，反方获得零票。恭喜反方获得三票多数票。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们讲他，当他遵守这个新闻道德的时候，
就是新闻准则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是代表好事实呢？就我奇怪，为什么你讲他们 OK，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到后面你们也认同，其实他们两方面应该，身为你事先讲啊，身为一个记者，我就是要报道真相，他们报道真相，所以基本上他你在讲的时候已经是顺变成认同了反方在报道真相啊 ，OK， 所以他们论点也是明白，基本上你们架构在他们的架构里面了 ，OK， 然后。然后OK， 在反方意见的层次就要开始讲你们因为价值，然后你们就用自己的标题，用标题啊，你们的标题啊，一直在讲标题啊，一边讲啊，两边啊，都在讲你们的标题啊，然后我已经到你们是已经是他们说你们是已经是挑战，没有啊，你们已经是一直尝试以来我们没有标题啊。而到你们到后面还是一直讲他们用表演，他们已经讲他们没有表演，他们是尝试这个真实的东西，然后你们后面还是在讲表演，就我觉得你们要听清楚他们回应你们，然后你们还去问一样东西，你这边正方跟恰当是他们只有回应是一些的东西，是你们整套都没有去反他们的讲讲，他们已经讲了，他们就是也报道真实。你们到协天沟也讲讲，因为跳出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们论点给他输掉，然后你们没有意识到 ，OK？ 我不知道是你们没有听清楚呢，还是就纯粹没有意识到啊？然后反方二边他就问一个问题哦，如果是真相的话，为什么你们来去报道这些假新闻呢？就是他们在说你的报纸啊。然后做到来最后一直讲我们做报道的情况，但是这一边也是有成绩，就是我们没有报道的情况，所以这一边我接受。然后这边在这边就开始讲到我们要讲比较，叫因为从午餐给比较，这东西是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你要你来跟人家比较哪一个东西在成熟的情况下 ，OK。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要讲比较跟从不做之间。然后跟我讲象牙，他讲有兴趣吗？有，那不大好的对吗 ？OK， 这个什么象牙的例子，我会觉得最后这边反方抓的就是，尤其应该反方意见嘛，就是新闻道德跟道德不一样，应该是你讲，应该是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他区分的很好，我进来可能在后面环节，但是就是这个影子划分了。然后也是在讲新闻价值和新闻对市场价值和新闻价值不一样，市场价值就是你要被什么 go market demand， 但你们讲的新闻市场价值等于新闻价值的 OK， 但是很明显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就像你们要讲的人要赌钱啊，人家看广告商啊，就是基本上是流量啊，没有流量才能讲市场价值 OK。所以其实你们要讲，可能要抵挡这一边，可能比较适合你们这市场价值。就算你要比出促销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标题啊，就是可能就是你把别人的成绩弄好，比如说看到这个访问的消息还是要看，没有人看到新闻，你们讲的东西哇哇哇哇哇，这些讲道法的人的人权都没有人看，对不对？所以你们讲一些有用的东西啊。这是我可能来起来听到，这就没有。OK， 然后等一下啊，往下，然后讲到 BBC 的事件，也是他讲到关于印度嘛，但是他不清楚。但是过后小结的时候，反方二辩就有结，就是因为他很多人看大声一发先看嘛，因为他们报道真相，所以这一边他感觉就在打一个论点，就是他给手机要嘛。就是对他们要看的东西是真相，而不是像你们讲，可能你报道的东西，而不是没有一些道德，但是他们就是报道又道德又人家所需要的，所以这边我就代表这个正方，反方回应。然后正方对啊，就在这一点问题就人伦道德的这个新闻道德不一样，就是你问的问题如果那个客户赞成的东西，他就二辩就已经是
切分了。然后你们打的例子就是我听到有两个前面上线一个连抛法，我听起来就讲你们就是讲这东西不道德啊，这东西站着不道德，对。前面上线你们报告他们就要怎讲，我也要怎讲，他们有报告怎讲啊？所以在过后你们是讲要守法，不，守法这个东西是应该是法堂自己提出来的法守法，所以我这时候你们探讨的是守法，在纯粹的情况下你们讨论是守法，比如说比如说那个要不要要增加的，你必须要通过不道德的途径。啊，这样子你要增加还是道德？你要不要提一个真的是恐惧你们两个？哎，你们给了一些例子都有例子，但是不是在你所谓的冲突情况下？对，讲真是有点难比算，因为你们没有比道德，真的是我今天要报考真实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采取一些不道德的手法。那这样子的情况才可以比嘛？变化，我们要讲一些，我是提不出来，很难去比较了，对。但是在应该之前就是我还是在法官这一边，然后对的，然后正方一直讲哦，还是因为道德感性会影响性，而我你们只讲的是没有任何过后的论述跟证据去支持你们的观点，明白吗？所以你们讲出来讲是讲我讲我记录，可是我不掰啊，你们讲出来我觉得都没有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像我你讲的有道理这样子。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三辩对辩。来讲，我刚刚讲的那个标题导论题上面已经在你那个标准当中，也就讲现在你那个题喽，因为是市场需求，所以这个我是有影响的啊。OK， 然后还有一个是讲，还有一个是日本战争二战东西，然后那个公司倒闭了，这个东西你们讲出来，我是没有让我判准啊，我不明白讲什么，然后他们也讲，可能你倒闭不是因为那些就可能你倒闭是因为可能很多原因啊，对我来讲，我听到这样，不是单单你们所要讲的原因，我并不是只说，我觉得我听下来感觉就是可能是还有其他原因。就是听到正方讲过 ，OK， 然后再接下来是又在讲标题啊，他们已经依赖了，所以我这个就没有看了。然后这边呢、啊，就在这边就讲了方式，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方式是你们需要去讨论。然后在这边其实你能救火是人人道德的，你也像救火者去摆，但是。对我来讲是跟新闻道德有一点不一样，就我这个例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就我来救的呢，就是人伦道德吧，不是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你们自己想要为什么准则？准则有想要去救的吗？应该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救我例子我就明白。然后就到自由边，自由边三边讲了。人人需要真相，所以反方也需要真相，所以这个题其实你们自己是讲，这双方是需要真相的。如果可以的话，反方讲；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需要也是需要两个人，一个是要工作，但是这边题在讲，还有一个重要，所以必须要看统计咯。然后这边一来又讲，一开始是有点这个新闻价值跟这个。道德相对价值跟行为的不一样，一来就讲了，这个我跟你讲了。然后在这边自由边反方自己提出来这个问题，我是不懂为什么提，应该是由你们去提的。那在站着的时候你去偷拍，他们没有道德，我不懂为什么你这边提，我可以到为什么是这边提，不是这边提，因为刚才讲了，可能是。道德真实，
手法可能不快，故意不好，应该是你们这边要提了，然后你自己去提，提了。我刚才跟他们，我每次都会说，说你去提，应该是这边提的 ，OK。然后他们提也没有去把它纳入进为你们自己基本的里面，对吧？然后这样过了，我也不懂，其实提了，然后又没有回来你们，而且你们又要熬另一个机会去论述你们的论点。OK， 选出负责，然后。就在讲同对啦，然后就基本上他们到后面还是就他们有很多声，但是就停在那里，曾经在重复啦，然后正方也没有意识到。啊，然后前面差不多在总结，正方来讲是说明的好，就是他有在反方都前面都说明整个单子。就觉得是抓的很好的地方，然后正方四边就一样讲的，就是我们需要社会的这个礼貌，就是因为要真实一样东西，对你们就是那调性一样，我没有听到更深的东西，更深的东西。然后我们这里有两个对方强调这个说法不一样，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讨论这个，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自由辩我印象有，我为什么印象是二辩没有站起来有发言呢？真的，没有讲。哎，对我包括组织自由这个整个正常的辩论是团队的，你没有站，我直接给你说了，明白？喂，所以就是，对你没有站起来，我是零分。如果你上一次好，然后我是为什么表现带零分，所以是。如果你来参加比赛，你自由辩硬也要站起来一次，你要参与感，这是团队比赛。然后最好也不要不能做一个裸辩的，就我一直打站嘛，这个也是不是很欢迎团队赛。OK， 大家能够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以上。好吧，早上好，这个这场比赛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蛮精彩的，以及我觉得其实没有像我们的产品有那么大的优势。我交代一下，首先第六分是我觉得这方其实先非常低小，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来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你们针对新闻市场需求也是你们第一个优点。通过这个三个例子，对联想区银行、大华或者是污水排海事件，小区这引起不少的人民或者是大众其实想要看到真实的新闻，因此。以这一个所谓的需求去证实了真实新闻才是符合新闻市场价值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所有的论证链条呢，其实是被你们佐证的。而这部分也是一开始我觉得让我非常动摇，以及我觉得可能想要你们的部分。而针对这件事情呢，华同学是没有进行过反驳的。OK， 那这次我来讲，往下推进的呢，就是你们提到的道德会阻碍真相的。新闻的真相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是关键，为什么没有办法引到我要的东西。第一个部分是你们提说，个人的使命感跟道德会对真相之间有冲突，有的冲突会导致我不选择报道真相，这是你们的说法。然后你们去说，对，就是说个人道德影响真相嘛。那这个往下的论述呢，像前面你提到的是，你们其实有提一些例子。但是呢，例子其实也没有深究，你们从来没有向我去展示到底道个人道德跟这个所谓的真相之间的冲突是什么，以及有报道，你们只说了一些有一些东西很漂亮，我不能够报道，因为相信的事件我不能够报道，因为对于马来西亚，它是一个个人道德来讲不正确的东西。那你们发现其实我提过它的正确在哪里，这是第一点。你们并没有成功的展示 MSRC 为什么会根据我的个人道德是报道不了，就是仔细想一想，即便是我个人道德好像也没有冲突到我不应该报答 MSRC 的事情吧，这是第一点。你们的例子本身一开始在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强烈的向我证明到你们想要问这个意图。 OK， 那即便这个意图也很明显，但对方也没有攻击的情况之下呢，
我若姑且的去接受它 ，OK， 我就暂时我觉得主体上是没有成立的，因此暂时是完整的。那反观这边的论点呢，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道德就是更公信、更公正、更客观，因此往下推进会有公信力的存在。第二个，一些因为会随便报道，因此有一些人的权利是能被保障的。以及第三，如果只根据只注重新闻市场的话，不注重新闻道德的话，会导致新闻失焦，会提出一些例子。这部分我也觉得做得非常好，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论点的论述以及往下的推进，其实是能够看到所谓的论证的。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从被其他学校所学习，我觉得主编稿双方主编稿都非常的完整。而我觉得听下来之后，这位做也是我觉得蛮精彩的本题。OK， 因为我觉得是我推论有证明有例子。去往下推进的，但是很遗憾的，没发现到你们往下再想推进的时候，你们根本没有提所谓的权利被保障啊，新闻私交天水被对方随便忽悠，或许你们就不提新闻私交这件事情了。对方只能跟你讲，那没有为什么新闻私交呢？我也重视真相啊，我以为就喊进去了，那个真相的同学当中，哎，这是大家基础的论点。那我觉得什么地方让我没有办法比较平衡呢？就是往下两个战场部分。我觉得在比赛当中，然后刚刚说了三场。第二个东西是反方中心的人来提出来，觉得人文道德和新闻道德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第二个点，在很浅薄的论证之下呢，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让我觉得，哎，我比较认同他们。尤其是他们一直不断来提醒，什么东西是新闻道德？新闻道德是职业道德，是我的机制，是我的问责制度。是我的公正的第三观等等等等的东西，它往下推进的论述之后呢，你们这边其实并没有对你们的所谓的道德阻碍真相这件事情去往下延伸，发现到你的道德阻碍真相在他们提出之后，你们一句都不敢提，因为你们发现到，哎，我好像对阻碍这方面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回应。第二个战场就是我们提及新闻市场价值和新闻价值两者之间的区别，哎，这时候就能发现你们有在回应这个区别。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是回应？你们说新闻有新闻的价值，新闻市场的价值在于人们的需求。哎，我们的第二个点恰好就证明了需求就是要真相，所以我的新闻市场价值也就是要真相，所以我就真的到。OK， 那这东西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虽然能提出来新闻价值跟新闻价值不同，但是我觉得对咱对整个战场的设置其实有影响，他们已经回应过来了。OK， 他们已经成功证明了。那为什么我还是要把你们调回去说在这个人文道德和新闻道德的部分？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我一直在等，我一直在等，但是找不到。即便是到你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文道德和新闻，你也没有伸缩，你还是伸缩的是关于新闻市场价值的部分。我觉得在处理上面可能没有灵机的去处理到这些部分，因为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了，而他们的反应不单只是主编，他们自编也有提，自编公编也有提。那我觉得他就是不断在提醒我。我还提的过程当中没有回应，我觉得这边很可惜。OK， 那大致上的战场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过程当中呢，像前面你所提到的，我觉得双方表现很好，但是一些可惜的地方可能可以去改进的。就是第一，尝试去听理解对方要说什么，每次不断的套他们说所谓的新闻价，套他们所说不是能套的，应该是你们被他们套。OK， 你们被他们套的情况底下，他们就跟你讲说，我们需要真相。我们新闻市场大家都要走向，因为大家发现，不太对，他的立场在国立场有一点像，我要走向，他也要走向，那我这时候要怎么办呢？可以从后面往下去开展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尺度有点迟，因为你们会发现里面是以假新闻啊、标题党啊等等一系列工匠或者一个商店消耗了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发现对面剧情版还要想抓就带走，但没有不一样真相，但没有我只要遵从了市场。的要求到导致像你会发现哎没有问题啊，然后转过头讲，其实你会发现当然会有问题，是我当我尊重道德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些所谓标题党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东西我也没有认真到，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你们也没有听到。那我告诉你们这个事情，双方其实可以说很好的东西，叫做我觉得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立场，也就是这边对于新闻市场价值的了解跟掌控是充足的。但是你们对于新闻道德的掌控不充足，相反的，你们对于新闻道德的掌控是充足的，但是你们对于新闻市场价值的掌控是充足的。然后呢，你们就会发现场上有一种有趣的画面，就在自辩的时候，马上一直在问，那没有新闻市场价值和新闻市价值的区别是什么？这一会儿我来讲一堆，大家，那没有新闻道德到底是什么区别？
然后有人一对，你会发现为什么你不要自己说呢？为什么你不能够站起来告诉我？看到没有？各位，新闻市场价值看的是这一个所谓的需求，让它更有价值化。如果对方一直告诉我正向价值、正价值的话，那对我要看的是，到底在目前为止的新闻当中，长篇大论的新闻更多人看呢，还是爆点更多的新闻更多人看？何者对于市场价值也更大？这才是价值最大化，那你们才能够往下去推进嘛。你们不能够一直要没有这种对我里面不去论述，你们又往下去推进，你们一直问对方，你不可能从对方口中得到你的答案。相反，你们这边如果你们想要尝试去推进他们的话，那你应该把那些论述的东西拿来自己去做，而不是一直要没有这种去接受。但我觉得这边做完的老师，其实从技术上面来讲，我又反正反而让我有点惊讶到的是，你们一直不断去反诠释对方的例子。就把它提一个例子出来之后，可以讲说，要不我们会有标题啊，或者是有一些新闻，看我们是不是有道德之类的，然后我们会勇敢站起来。要不我看，就算是你的例子，只要遵从我们市场道德价值的时候，我也能够报道真相。相反，是我根据你的道德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不敢报，我觉得是好的，要尝试踩住对方的立场，这我觉得是你们该可以学习的。他们很多例子，你们也能够学习。什么 AI370 啊 ，AI 事件啊，为什么在你们的立场底下，我尊重我的职业道德的时候，我去报道这些东西呢？其实你们也会报道，但是我不敢去碰它，我觉得是能够把能够踩进去的。OK， 那我觉得整体上来讲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方面，就是在于新闻道德怎么样子阻碍新闻真相的部分，我觉得你推不下去。然后它在人文道德、新闻道德切割之下。你们也没有对这些个进行更好的努力，所以我觉得你们论证你们的部分，但是在比较新闻道德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体的画面感是不完整的。我没有办法有两个东西比，你这个东西成立了，那一个成立了，所以我对你的 OK， 那这原因是为什么我会把它给反方？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大有来有回，然后我觉得是还相当精彩。首先就是，其实一开始金王架构开出来，其实我是觉得，你们给我的感觉是你们想用真实这个事情去践行做保卫，因为你们肯定是预想到，哦，新闻道德这个立场一定会把假消息这个事情泼到我的报纸上，所以我就先把这个保卫先建起来，真实性的 OK， 就是把这方面给我的感受。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颖、好尝试。并且我觉得没有问题，当然后续是要推进。那先讲正方架构，然后反方当然也是开出三个论点，我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就是公信力啊，多方的保障和实交。那当然就像同事也分享的，就是其实你们保障和实交这个部分，其实我非常的有兴趣想听到，但是你们的推进对我来说有点少。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刚刚同学讲的，你们有很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在拉扯假新闻，双方都不想要承认说你假新闻，我们没有假新闻，我们就是要真实。那反派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假新闻，我们就是要真实。那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拉扯有点长，现在双方都已经达成共识，我们都不是要追寻假新闻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拉扯是蛮浪费时间。那至于你的论证的推进，其实是有点没办法再去往后。那正方的真实性，你们不能因为道德跳出真相，那其实我是觉得，还可以，并且我还蛮期待就是后续你们怎样去推进，这是我的对你们这样的感受。然后反方来讲的话，就是我是蛮想听你们那些所谓私交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的这种风气。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我刚刚讲一些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很多报章的标题啊、clickbait 啊这些事情，其实你们给出很多很好的例子，但是其实到后面并没有很好的推进。那我期待更多这些推进这方面的。那接下来就是呢，反方，那其实我真正听到前面甚至到三遍的攻辩的时候，其实我还很纠结，想
因为我觉得两方面其实都做得很，就是交锋得很好，但是真正让我把票反一向放投给反方那一个就是反方上面说的反方上面有说，那现在新闻道德这件事情，我们新闻是独立性、公平、公正的，但是我其实听不到正反的回应，这个独立性其实蛮。也是反的，也是有一个问题。这个独立信息我还蛮想听到你们后续到底要讲什么事情。但是当然，后面也在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蛮好的点，相互，并且呼应了你的架构所谓的保障还有公信力。那这个独立信息，我听到反方反对有提出来这一个词语，但是后续也没有推进。那当然到自由辩的时候，其实反方就已经开始做了切割，市场价值不等于市场价值不等于新闻价值，人文道德不等于新闻道德。那其实，我觉得正方很亏的是你们用的例子，比如说 MP3系列啊，然后所谓的 N 号房事件啊，我其实真的很想问，就是记者报道这些新闻是因为道德吗？那反方其实你们，我也是蛮想替你们去反驳他们。我们记者报道 MP3系列的新闻是因为道德吗？感觉应该不是吧，就是逻辑上来说应该不是吧。难道我们当然很想知道真相，作为公众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这些真相，但是记者的报道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不是因为道德的报道，好像不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反方应该再更激进一点去反驳这些听起来好像很有理的事情，但是其实你再仔细想一想，你好像不是对的。所以反方其实你们应该要再去抓住更多的一些点，然后尤其是这些例子。当然，因为后续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其实我是觉得是很值得嘉奖这件事情。那讲到后面，其实自由辩跟自由辩开始到结辩开始，其实我会比较倾向反方，当然。正方一直在告诉我们，就是市场价值就是真实。那其实我个人我会很期待反方去告诉我们，市场价值根据大众的需求去定的，它是一个不稳定的事情。那为什么它就是我觉得听到反方对这方面的反驳，这是我比较想听到的一些事情。那正方其实今天你们让我感觉就是你们。那我手机的一个宝贝，但是其实你们可以就是继续加油吧。好，谢谢。第一个东西是刚才提到就是刚刚两位同学也是有参考这个是外方先跟自己在一起，我觉得应该要打发其实都 OK。至少他去年是能讲话的，但是可惜这边话就没有站起来。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双方可能可以考虑用，其实我觉得其实能拿出小小微微的调整，其实是能够往下推进的。比如正方部分啊，我刚刚提人文道德的所谓的那个职业道德，其实没发现到他冲突的地方并不是死亡导冲，他冲突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在采取新闻的手法上面是有一些违规，但是像他讲，但是他其实是能够让我达到真相。哎，要当事件也好，或者事件也好，我可能可以通过偷拍、偷窥等等的东西，这是大家可能接，这直接到的上面出现问题。那如果能够符合整个市场的要求，就真知道真正的真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轻松一点？有些时候，语气的说法上面的道德、职业上面的要求和规范，但是我们能够取得更好的真相的时候。会不会对于这个新闻行业是个好处？那反方的部分，我觉得先方回应的部分，我觉得第二点是很好。你现在有很多去到哪个部分？因为媒体说市场需求的价值在于真相，然后他提了一些感谢你们的东西。你们第二点是什么？你们第二点叫做为那些小群体的利益做保障。你们客观第三方，所以有一些第三方或小群体的人，当被社会关注的时候，在他们的立场底下，他们是报的。因为他们报的是别人想干的新闻，别人想信。可是如果现在有一个小地方，有一个小贫困的小孩子，他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他们所谓的关注度的话，那你不应该报吗？那只有在你们的这个世界底下，你才会报这样子的新闻，而你们这个世界底下，你们保障这些小区的
可以，他们的故事才能被别人看到。虽然他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别人的需求，我们想要看到你更想看到的事情。但是研发商只有在你们这一点才可以做到那些小地方啊、小人民啊、小明星的新闻，在你们这边才能够浮现出来。而这东西可能比你们才是一个更好的东西。那我觉得这部分是你可以考虑到的，你们也考虑到的东西。就在更多过程中，不要打死你们的思维。有些时候讨论，即便可能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没有，但是它有能够延展的空间，就不要我就去放开去考虑和思考。往下举例就是老师，好，谢谢。谢谢评审们，现在会公布最佳辩手的候选人。最佳辩手的候选人有正方三辩、正方四辩、合法方一辩。第二轮的出票，筹码集体一审投给正方368票，哎，368分，投给反方340。这是筹码集体一审，他投给正方328分，哎，对，投给反方345分，反方获得了一票。然后是林红星评审，他投给正方247票，投给反方280票，反方获得一票。最后是郑元生评审。他投给正方259票，反方315票，反方获得1票，总共为3票。现在将公布，对了，好，现在总成绩就是正方获得1票，反方获得9票，反方获胜。